102第二章，日的笔画练习。好，这边我们有注明它是长形的哈。然后整个字呢，有包含透视原理跟均间。好，什么是透视原理呢？就是这样子，太阳在左边。照射过去，照射过去，好，这里比较平，这里比较平，然后这边比较低了哦，算四个部分，一、二，尖头的部分，三，平的，四，右边低，好，这就是透视原理，均尖就是这边白色要公平，所以要补画上来，小朋友用铅笔画哈。好，我们开始来介绍横折。2:50，折的时候压下大力一点，稍微拿起来，沿着中间来，好，没写好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再示范一次。老师目前都会靠右边写的，我怕等一下放到中间对焦，会对到手上，所以我尽量靠在右边。哎，有嘞，真的有跑掉，啊，很快回来。可是老师示范的时候就很模糊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所以我靠右边写，啊，在右边一点，好，就要去对到。往2:50方向走，有点斜，啊，压下去，再回来。啊，这个垂入的写法，中间哈，稍微拿起来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示范到这里。好，第二个部分是短横，这里的短横弧度没那么大，但是还是要写出来一点点。好，那之前我们都是用铅笔写的，我们来用原子笔写写看。慢慢拿起来，顺着拿。好，这个弧度可以不用那么多哈，因为它被卡在里面了哈。但是还是要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示范。示范这边。在哪里开？往右上。好，再写一个看看哈，好像不够粗。还可以，一样推上去之后，顺着拿起来一点点就好。好，这个就对了哈。好，这个短横的部分示范到这里。第三个部分，尖头横跟那个口很像哈，比较短而已。好，这个写得很好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再示范一次，这边再示范一次。好，上面那个有尖尖的比较好，其实也还好，它会遮起来。写日的时候要从竖那边接过来，所以有没有尖看不出来，但是写起来尽量尖一点哈。好，那这样写也可以，这样写也可以。好，注意一下哈。